外头那辆印的跟花花似的车是您的吗？嗯。让警察给拖走了。哎，人在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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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人在呢，人在，人在呢，人在。不要，你这危险。哎，不用进，不用进！你手撒手！我不让你进，不让你撒手！不能！我告诉你，我进完了。停车证、驾驶证。包着活呢，头发少，特快就完。知道不让停车，知道不让停，你停。你这叫明知故犯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拖车费200，每张停车牌200，回头带着钱到西城支队执法站取车去，啊。肺癌吧，你千万别骗我。你得的是肺痨，你可别跟他们说你是从新加坡来的，啊。嗯，知道，收费理念不一样。像什么理念呐、互动啊，你们海外的这些词儿尽量少说。嗯，这个样子啊，蛮烦人的。烦，别加蛮。你好，金华旅行社。OK 我现在就得带你那个希望之旅那团进山里了，好好养病吧啊。你就是待不住。哦对了，好几天都没亲你了。不成，你这病传染，等你好了，好了我亲死你。走了啊。嗯。那边还等着我呢。就你那几根头发，你还老去法拉？踏踏实实停车场等我，能让警察拖走了吗？你耽误我大事了，你！我错了，任总。你什么时候对过？开车。哎，隔一个坐一个，哎，来来，啊，所以一会儿咱们照相。今天中午这农家饭，咱好吃不好吃？啊，来来来，刘书记，坐坐坐坐。哎，你先，你坐坐，你一定得坐坐。哎，你看你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哎，坐坐坐，哎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那几孩子怎么不过来啊？啊，您这团来的人数还不够，还没人认领，把他们都叫过来。我都认了，来来来，快过来，过来，啊，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快点跑，来往那边来，往那边来，来，让他们坐着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来，哎哎哎，行，抢抢，哎呀，行行行，走，跟谁阮总那么急了？记者。就为人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儿，你瞧他们这没完没了的。王总，嗯，您旅行社的生意挺火的，一团接一团，我给您包车的钱是不是该结一次？我算了一下，这月的钱不算，您正好该给我98000。你着什么急呀？我又不是不给你。现在旅游业竞争这么激烈，我是接一个团赔一个团，不接团嘛我就得关张。接了团我就跟请客差不多，小云这一病啊，连新加坡团都得停了。您哪至于？您一包就是5个孩子。你最近有点儿，要是争气的话，您还不都得给弄大学毕业？再容我两天，我给你凑凑。啊，栾总，您有您的难处，我也有我的难处。做的时候这，要不我也不会张口跟您要钱。哎，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就知道拍照。哎呦，真麻烦。
说1953年，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，他要疯狂北窜，霸占全朝鲜。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，阴云笼罩，安平山在那山上。驻守着美里的王牌军号，称是长胜不败、美式装备的白虎团。韩东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这船啊，行啊，白洋淀的船工，白天喝茶，晚上喝酒，茶是普通的茶，酒是普通的酒，可到了我这船上就得翻番了。租着一船够贵的吧？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搞旅游你没点特色房干啊？阮总，四川天府旅行社来电话了，说老干部旅行团人全到，让咱们去接去。您去吗？人全到啊？那我得去啊！这团多少人呢？200人左右。韩东，啊，听见没有？咱这船就用上了。房间定了吗？都订好了。租4辆大轿车啊！韩东，你这车也跟着去。哎，阮总，我那钱您给我凑齐了吗？什么钱？您欠我那车钱呀。你们先回去吧，啊，一会儿过来接我来。韩总，哎哎，明儿接人的时候想点带着雨伞，别人家淋着人老干部啊。咱俩得同舟共济，我挣着钱了你也就挣着钱了，我要是挣不着你急也没用。那您要老挣不着钱，我就白给您包一年车了。你别着急呀，等接完了这团我就跟你接。嗯啊，好。你瞧我这4辆大轿子，那哪是拉人的，那是给我拉钱的。说韩东，啊，前两天啊，我看见一辆2手大奔，好，便宜，这手艺不全。等接完了这团呢，我想把它拿下来。涡轮增压 ，ABS， 自动巡航系统，卫星定位。有气囊吗？有啊，不是6个就是8个。有轱辘吗？气我啊，没轱辘那叫车吗？那我怎么听您说像气垫船呢？阮总来了，你跟我们阮总解释吧。啊，欢迎欢迎。考虑到都是些够级别的老干部啊，喊我来打个前站啊。就你一个人？那电话里不是说人全到吗？啊，他名字就叫人权。哎，仁义的仁，权力的权，人权，我到了，人权到。你可是太仁义了，来，你过来过来，瞧瞧，瞧见了吧？啊，我租了4辆大轿子车，人权到，这谁给你起的缺德名啊？这是，今儿要下雨，我差点买200把雨伞。大哥，都回去吧，电话听错了，就一个人。您得把钱给我们结了吧？啊，结，回公司一块结啊。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一块儿。走。啊，人全到。韩总啊，我那钱回公司一块结了吧？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？过两天再说。几天呢？您给一准信儿。韩总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现在烦着呢。我告诉过你，过几天再说，过几天再说。你瞧你这没完没了的劲儿，不就98000块钱吗？啊，你又给我逼急了，你这车我还不包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跟你想，没工夫跟你废话。走。那就给我结呗，我白干一年啊。OK。科恩的罚球非常干脆，直接命中，4-4。
上美国队最后一个出场的队员，如果罚中的话，他们将获胜。现在就看中国队的门将高红的了。OK。美国队是六号查斯坦，第五个出场。进不了。球进了，这样美国队通过点球决胜，他们获得了第三届女足世界杯的冠军，中国队呢是获得了亚军。观众朋友们，第三届女子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这场比赛是由黄健翔为您解说评论的，再见。我说你烦不烦呢？我知道我烦，我特想不烦你也不烦我，你又不是拿不出这点钱来。哟，照你这意思，我是有钱不还你。我不是这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您要这样就没意思了。不，你觉着怎么着才能有意思呢？您要把钱给我就有意思。您能让我进去吗？能。进来吧，点点，来客人了。我送您去公司。公司没钱。那我送你去银行。那都是别人的钱啊。那我没钱。你说什么？那你给我借去。凭什么呀？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走，点点。开车呀。今儿可不算我包车啊。去哪儿啊？先去趟昌平，城里不让养狗了，然后再去医院。我今儿一天都是私事儿。这可是传染病房，你上太平间我也跟着。那我也是看你去。自行车。讲完了。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好笑。哎，我给你讲一个。有一只公鸡，有一只母鸡，母鸡下了个蛋，公鸡就追着母鸡咬，你说那是为什么？追着咬。这公鸡为什么要追着母鸡咬啊？它下来是鸭蛋。去，这没你事儿。您等谁呀？等这屋病人家属。人早走了。大伟怎么又想起让我看中医了？我这病西医又不是治不好。这不是重视你吗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是不是得癌症了？嗨，就是让中医给你调理调理。
哪儿啊？是我们家。你一个人住啊？你先坐啊，我下去迎迎他们。您中医是我们院的。老干部不吃，咱们自己吃。好吃啊！这是我新开的项目，哥几个替我打扫打扫。有这事您多照顾啊！谁啊？韩东。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？阮总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我把你的女朋友从医院接出来了，你什么时候把欠我的钱还给我，我什么时候把她送回来。你抓紧时间凑钱，别耽误了小云治病。OK。啊，我告诉你啊。小云得的呀是肺结核，您要是不怕传染呢，您就先替我照顾。对，反正人在你那儿我也放心。对了，哎，你把小云那住院费一起结了吧。阮大伟，我可不是不讲理的人，我是要你欠我的钱，你该给的。肺炎不好好治也会死人，你就不怕你女朋友出意外？出意外？就你？哪怕钱他哪？你失去理智了吧你？少跟我废话啊！你这叫绑架，你知道吗你？赶紧把小云给我送回医院去，一个小时之内我要见不着人，我就报警。谁呀？不是谁，跟谁呀？这开玩笑，给我包车的一司机，我让你找这人。那伟哥看他一眼，不得吓他一半死？是不是？来，喝酒。大伟啊，钱要不多就给人家吧。我给他，我没说不给他呀。那仨还欠着我钱，他还没给我呢，他不敢怎么着。喝酒。人呢？那俩中医呢？没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真没想怎么着你，你听我说。我先走了。你让我走啊！他包了我一年车，一分钱都不给我。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！快点！你听我说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，我就是想要欠我的钱。别动！那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其实我把你拉到这儿来，就是想逼阮大伟还我钱，他不给还说我是绑架你，我真没打算绑架你，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。你这就是绑架呀！算了，我呀不愿意把事搞大，我把你绑起来就也是想跟你解释清楚。要不咱们这样，只要你保证不大喊大叫，我立马送你回医院啊。你甭送小云回医院了，你直接带着小云上公安局自首去吧。我已经报案了，你这算大案，估计得判你个10年8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还得赔偿我女朋友精神损失费10万，你再给我2000块钱，咱俩就谁也不该谁了。阮大伟，你别往绝路上逼我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嗨，有本事你就撕票，我就真不信了。我就磊哥啊，不是报了案。我哪有功夫报案呢？我还吓唬吓唬他。大伟说了什么了？把你吓成这个样子。事儿闹大了。你那个阮大伟他报警了，他说让我有本事就撕票。撕票你知道吧，就是杀了你。你自己选个撕法吧。你别说气话了，我知道你不会干傻事的，大伟不会报警的。他要是报了警能告诉你吗？这不等于逼你害我呢吗？我看他就是憋着害你，反正你也得了肺炎了，换一个没什么不好。我比你了解大伟，你只要送我回医院就什么事都没了，好吗？啊。
还真报警了。我真没喝，我叫毛主席保证。十面我是清醒的，怎么喝成这样？哎呦，看吧，这是你化验单，酒精含量都超过200了，你还说你没喝？不是，我昨天晚上喝的，我骗您是孙子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这不是你的车，那我车呢，大哥？你车在那边呢。抬抬手，抬抬手，这你去行运酒吧，到我们那儿。万幸吧，我要真是绑匪，你就没命。我也是脑子进水了，就阮大伟，我真把你撕了，也甭想从他身上要回来一分钱。他欠你多少钱？9万8。9万8，9万8，我这条命连98都不值。下车吧你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公安局把这事说清楚。这不就有警员吗？在这儿我算是被缉拿归案，自己去公安局算是自首，性质不一样。开车，我陪你去警局。咱不去警局了，我跟你走，我不信他不着急，我帮你要回他欠你的钱。你别害我了，这我就已经快说不清楚了。我再真绑了你，那我这辈子就算真毁在你们手里了。你放心，等要回了钱，我去向警局说明，你没有绑架我，我是自愿的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帮我自己。我想知道在阮大为心里，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他不是不在乎你，他是太瞧不起我了。那是你们之间的事，他不能置我的安危于不顾啊。家我是回不去了，除了公安局我没地儿可去。我有个地方，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，他常不在北京，不在的时候钥匙就交给我，要我有空的时候就过来帮他看看。别上楼啊。阮大伟也知道这儿吧？他不晓得。你把手机关了，要打的时候再开。你不是台湾特务吧？我可没什么利用价值。从现在开始你要听我的。你打算怎么帮我要钱？还没想好，先睡觉，明天告诉你。那你就这儿睡，我外边沙发上凑合了，行吗？你先去一下洗手间吧。哎，别了别了，看还是算了吧。说好了的，你自愿的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你怎么那么大劲儿？哎呦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还生着病呢。哎呦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要不还是去公安局吧，我不干了。哎呦，疼疼。哎呦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我不知道你是哪种人，反正把你绑上，我睡得踏实。咱们俩到底是谁绑架谁呀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特别过瘾？你得把我这手绑上，绑人不绑手不等于没绑吗？这也就是个形式，说明我对你不放心。
主要还得靠你自觉。你也就是个一般人，我要真是一坏人，碰到你这样的也起不了歹心，我还怕传染肺炎呢。你还觉得自己是一仙女呢吧？我肯定不是仙女，你也肯定不是圣人，委屈你了啊，睡吧。要是我醒了看不见你，可别怪我到警局去诬陷你绑架，我还可以把衣服撕烂，身上抓几条血印，让你有口难辩。发烧了，晚上应该按时打吊瓶的。那就回医院吧。那不等于自投罗网了？去别的医院。让警察逮着是小事儿，你要是在我手里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可是死罪。死不了。你死不了，烧傻了也不行。躺着别动，我去给你买药。我要是没回来，就是被警察逮走了。你不回来，我就自己撕票。出来，韩东，我都瞧见你了。别藏了，出来给我开门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人已经给我送医院去了。估计小云这会儿都睡了。那你见着韩东没有？他哪敢见我呀？得把这空气推出去。入针要快。嗯。插队时候给猪打过，跟打人不是一个劲儿，出针也得快。这次找着了，我得给你换个针头。你趴好了，把腰带解开。要想不疼，就得快进快出，快进快出，快进快出。对不起，还得打一次，太紧张了，忘退药了。疼吗？我还没打呢。别逗我了。人在吗？没在，肯定是给我送家去了。他得当面跟我赔礼道歉。挺老实一人呢，肯定也是一时冲动。你们说我原谅他吗？那行，我听你们的。我欠他钱，我先不还了。可怜，好痛吧？嗯，没办法，都是你伟哥哥逼的。心疼你的马子，就马上把钱送来。能晓得吧？我是很有兴趣搞电视的哟，让你看个通通透透。我这么说行吗？你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
你平时是这样讲话的吗？你不是说让我变一个人吗？那也不是这种变法，像个大色狼。你要让大伟觉得你已经丧心病狂了。抽我一个嘴巴。不行不行，我下不了手。骂你两句还行，打你绝对不行。我让你打你怕什么呀？你让我打我也不能打。哎，我求你了，你不打他怎么能知道你真的急了？你不打我怎么能知道我在他心里是比钱轻还是比钱重啊？这不是开玩笑的，挨一个嘴巴，认清一个人，我不冤。来吧，你不打我恨你。这叫什么事儿？要不我给你解开，你先抽我一嘴巴。抽我一个嘴巴，我们摆平。我再喝点酒。我还得再喝点。疼死了吧？我自找的。该给你打针了。你行。哎，哎，别别，大大大，大伟，你把你进去，别别别。袋子录的还算清楚吧？小云还是很坚强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不得已你逼的。两小时以后卧佛寺，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。 OK OK。 别带警察。 OK， 我什么都不带。别忘了带钱。 OK， 可我有一条件，我要是见不着你我可不给钱。我肯定让你见到我，拿了钱我还请你吃饭。千万别耍花招，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。我要是烦了，下次你收到的就不是录像带了。哎，你是想先要小云的手啊，还是她的耳朵啊？开着手机。你教我的我都说了，没落下什么吧？哎呀，忘了冷笑。我可没让你说手啊耳朵什么的，大伟得气死了。如果大伟看了录像带还是不给钱，你大话又说出去了，你是不是真的要记我的耳朵？我记我的耳朵。多大的一只耳朵，到他那儿也就成了一盘菜了。他忍心吃吗？还不光剩下秃了。他一看就知道那不是我的耳朵。你来，大伟，约哪儿了？说话，没事，有我们哥几个呢啊。哪去了？啊，别脸啊！哪去，大伟？干嘛呀？哎，干嘛呀？哎，干嘛呀？大伟，干嘛呀？至于吗？美女，至于吗？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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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京的变化真是太大了，我多少年没上这山了，
我上学那会儿，一大帮同学站在山上找自己家住的楼，找天安门，找民族宫，军事博物馆，现在全淹在高楼大厦里了，找不着喽。小时候我也上过香山，其实我是北京人。嗯，我和大伟家是邻居，小时候老跟在他屁股后面转，他老带我到积水潭去游泳，只要他在我就敢下水。哟，你还知道积水潭呢，可以啊你。我们那时候都在八一湖游。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剩饭，尤其是游泳回来的时候，用中午吃剩的菜拌凉饭，别提有多香了。还得是带嘎巴的那种饭啊。你也有吃吗？有吃有吃，当然有吃。你又学我。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新加坡，去年才回来的。这次回来我觉得大伟的变化蛮大的。喂，韩东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都到了啊。先拜拜佛，净化一下心灵。你说你怎么那么麻烦呀、啊、你，我吃不了你。不麻烦，咱俩都慈悲为怀，待会儿见了面得跟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样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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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见了面我亲死你。一会儿我们要动起手来，别惊着您，您睡您的，我这儿先给您赔不是。阮大伟，给你二十分钟，我在香山的净翠湖等你。慢点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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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缆车 ，OK。都出来吧，人没在这儿。真闲，还躲呢，又让人给涮了吧？他说他在鬼见愁呢。啊，还爬山呢？是上缆车，上缆车。待会儿我要是逮着他，我先把他抽成一胖子，然后等缆车下来的时候，我再把他从这儿给扔下去。伟哥，你又不剁人家了？那你那刀不白带了吗？不剁了，我敢摔他了。我这儿不行啊，这儿太矮，得找高地儿。有点低，从这儿把他扔下去不得摔死？听他瞎说，过过嘴也完了。嗯，哎，这儿行，这儿行，就这儿，就从这儿把他往下扔。哎，韩东，哎，阮大伟在这儿呢，我可是守信用的，咱俩这算是见着面了吧？小云在上面等着你呢。你把钱从这给我扔下来，别琢磨了，你也没胆跳下来，还钱吧。行，你行，你真够高的，你扔吧，我给你钱，给他都扔了。纸钱，拿着吧，你不是要钱吗？留着自己烧去吧，你。哎，你，我在上头，我要见不着小云，我跟你没完，韩东。哎，你这，你，气死我！告诉你，缺德东西。哎，大伟，那不是小云吗？啊，哟，哎，小云，小云，你怎么不在上头挡着我呀？不是，韩东是不是又欺负你来着？你欺负我了，我的命在你手里丢两次了。这，哎，小云，这停车呀！这地儿他妈怎么停啊？这不是这小云，他怎么又下来了呢？你这，小云，你跟下面挡着我啊！咱俩做个公平交易吧，阮大伟欠你的钱我替他还你。两码事儿，这事本来跟你没关系，谁欠我钱我跟谁要，我要得着你的钱吗？现在跟我有关系了，这钱不是白给你的，我有我的条件，算是我花钱雇你。你又要干嘛呀？我要你跟我好，
太快了吧，怎么也得再接触几天。我倒也不嫌你难看。我嫌你难看？嗯，那你就是爱我这人不重外表。想什么没事呢，我是顾你跟我好，不是真好是假好。气那个该死的阮大伟。嗯，那你找别人吧。我就找你，别人他不会生那么大的气。那就真好，要不吃完面我送你回医院，两条道你自己挑。你还威胁起我来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也给你两条道，要么假装跟我好，要么去坐牢，绑架勒索，非法拘禁，蓄意伤害，你的罪可真不轻啊。那都是你让我干的。所以啊，只有我才能洗清你的罪名啊。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我是在很严肃地威胁你，你晓得你的处境吧？你还给我两条道，你只有一条道，照我说的做。你太阴险了。现在还想我真的跟你好吗？我就是真的跟你好，你敢要我吗？好好想想吧，等着你的决定。该给我打针了。吃完面再打。那就现在打。你特想扎死我吧？嗯，有气儿。我一直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杀你还是不杀你？事情走到这一步了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杀了你，可你跟我又是一伙的，你弄得我很矛盾，能晓得吧？哎，给我，你躺着去。面对现实吧，你这个人呢，我已经是非常了解的了。你能好成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你能坏成什么样我还是比较清楚。那也得看我有没有出路。你刚才给我指的这条道对我来说是条死路。我本来挺有理的，可我要是把你给勾搭了，那阮大伟还不自见着我自抽啊？我还不敢还手，我理亏啊。甭说是假好，就算是真好，见天挨大嘴巴，我见了阮大伟就抱头鼠窜，那也不值得呀。您倒是出了气了，他可把气都得撒我身上。我说这还算是轻的，说不定他失去理智，一气之下把我给宰了也没准儿。要是那样的话，我还不如现在就把你给收拾了，反正我左右也没有活路。那我还给你钱呢，你怎么不算这笔账了？那你要真想气的，舍得花钱雇我，我也不好推辞，我还生他一肚子气呢。治他的招多了，犯坏谁不会啊？他不是心疼钱吗？那咱就变着法儿让他花钱，不花还不成，饶着花了钱还得气他一半死。那也行。你要真想跟我好啊，等我把这事了，我跟你去新加坡。我什么时候说真跟你好了？阮大伟先生的府邸吗？是是是，这是阮先生订的餐，是魏瑶兄弟们的。哎呦，这怎么话说的？来里边。哎呦喂，来里边，行。哎，伟哥，哥，太客气啊，这不就跟你坐了趟缆车吗？用不着这么破费啊。破费？我跟你们哥几个有什么客气？大伟，太客气了啊。大伟，过了，就是你的事儿，我们的事儿。哪位是阮大伟啊？摆上桌子，客气啊。您点的澳洲龙虾，绍兴乌鸡。您的蛇，活的，都远点。路易十三八千给您打开了。哎，多少钱？谁让你们来的？阮大伟先生。我就是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电话、人名、地址都对，不会错的。那谁付钱呢？您啊。我明白了。喂，
阮大伟先生点的菜你们给送过去了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送过去就好，我就是不放心，怕耽误他请客。谢谢。小云啊，菜都给他送过去了，他就是一口不吃也得付钱。你的招数蛮过分的，一瓶路易十三要8000多块钱，大伟的心都要停跳了。他那儿肯定有一大堆警察，忙前忙后了好几天了，能点的大菜我都点齐了。警察一定夸大伟啊，懂事儿，知道疼人。估计这会儿你大伟哥已经喝高了。不成不成不成，来来，都喝走。你说不成就不成。嗨，大伟，这一瓶酒都让你一人给喝了，你让你哥儿也尝点。没事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就喝一杯。赶紧摆，去去，结着他，结着他，什么没了？你算啥呀？喝一杯，喝一杯。哎，大伟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哎呦，你8000多，你都得还弄咱再喝。我们不喝，你就看一眼那瓶行吗？对，你看了眼睛里头，你拔不出来啊？拔得出来，对对对，都是外国，你看一眼，瞎看。你们这你喝，大伟今儿是真喝高了。来来来，咱架上架上，别吵了，别疼劲儿。对对对，松来，不是，叫我走走走走走，起来，大伟，起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慢慢，别傻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嘿，往床那儿看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。把瓶儿拿来，不成，滚！你抱着瓶儿睡，回头。倒了不都糟蹋了吗？那也不能让伟哥站着睡呀、啊。掉掉掉掉，不成。哎呦，脚慢点，来来来，抽脚抽。哎哎哎，大伟，想吐啊？想，那我也不吐，我舍不得。十三，累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哎呦，是阮先生的家吗？是是是是是，这怎么话说的？这是又送晚饭来了？这是？我们是足底保健按摩中心的，是阮先生叫我们到家里来给各位做足底保健按摩的。那是您捏呀，还是他们捏？我还没学会呢，我只负责收钱。啊，那也请，那也请。哎，走，来来，哥几个，里头请里头。哎呦，辛苦辛苦哟，谢谢谢谢啊。行，里头里头，哎呦喂，哎呦，伟哥想的可太周到了。哎，欺负人了你！哎呦哎呦哎！哎，大伟，睡醒了，赶紧来走一起，真舒坦。那谁，给伟哥腾个地儿。别介呀，嘿，正顺。我说大伟啊，这不就跟你去了趟香山吗？我说，呵，这要但分不是搞旅游的，绝想不了这么周的嘛。呵，我说师傅，我除了肺不好，还哪儿不好啊？心脏有点不好。啊，我。我这心也不好啊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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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阮大伟，阮先生打电话叫你们来的吧？是啊，阮先生说都是他的铁哥们，让我们一定服务好。买单吧，买单吧。别介了，大伟，我们哥俩还想捏个全身呢。不行啊，大伟，我还得做一头部，我跟你说。啊，行行行，一会儿我给你们捏啊，我捏死你们，我。哎，怎么着？怎么说蹭就蹭？那发票是给您开文具啊，还是走礼品啊？走礼品，都给我走人！别让我逮着你，韩东，你别让我逮着你，别让我逮着你，都是韩东。滚蛋！谁叫阮大伟啊？爷爷，我就是。看见没有，
这就是典型的狂躁型，不犯病的时候跟好人一样。拿下。哎，我本来就是好人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打开。起来。你敢？你敢？你这样的人撒到社会上去是很危险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哪儿里面？我们是精神病院的，是一姓韩的先生打的求救电话，说这阮大伟犯病了，让我们多来几个人。看来我们来的还很及时。又是韩东，大伟没事吧？这是一误会啊，这是有人老陷害大伟。哦，得，你们走吧啊。那把出诊费先给咱结了吧。白电了，听见没有？这就给你买单。我说他白电我呀，要不你把单结了。我穿裙子好看吗？是不是太瘦了？你要站一喷水池边上不动，肩膀上脸上再落点鸽子粪，就特像一希腊雕像。想不到你形容美好事物的能力这么强。你别说，这两天看惯了也觉不出你难看了。小蜜蜂眼还挺有神，应该跟大伟要20万。没想到一块萌沙发的布你居然会做成一条裙子，你的心还蛮细的嘛。谢谢啊。刚才我给大伟打了一个电话，他基本上已经给气成半疯了。我看后边那俩毒招就别使了。你心软了？说实话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，能有多大仇啊？恶心恶心他就行了，我要真是一混蛋，他也不敢不给我钱。那这事就这么完了？那不这么完了又怎么着啊？有那功夫和他捣乱，我还不赶紧挣我的钱去呢。这长城卡里有10万块钱，你拿去吧，我说话算话。可是我有句话想问你，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，你会选择这10万块钱还是我？当然你可以不回答，因为我这问题太笨了。我选择钱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，我用不着装孙子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们这些人对金钱的欲望连起码的掩饰都没有，对女人最起码的尊重都不知道。哪怕是说谎，哪怕是一边说我选择你，一边手伸向前，你们连谎都懒得撒了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我特伤你自尊心吗？你别臭美了。这个选择只是一个假设，我知道你跟阮大伟没有区别，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应该最珍惜的。你呀，你用不着教我怎么做人，你知道吧？我是什么货色我心里清楚，我也知道我最应该珍惜什么。我跟你表白不着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倒真想知道什么是你最珍惜的，在你心里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呢？有吗？没有。
这谁呀？我大姐。怎么会这样？车祸。一家三口都在车上。姐夫孩子没到医院就不行了。大姐的命是保住了，就是成了植物人。我就这么一亲人，也是最疼我的人。我大姐命苦，伺候完了我妈，又伺候我爸。我爸脑血栓一躺就是好几年，我姐是一点罪都没让他受过，自己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。人都说我爸妈生这个女儿太值了。我爸临终时嘱咐我，说你姐有一天要是躺下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替我们报答她，别让你姐姐全都伺候完了，自己躺着没人管，寒了她的心。有的人也劝过，说植物人花这么多钱维持着没有意义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回头我给他擦擦。我有时候也想，都三年多了，我这当弟弟的心也算是尽到了，不行就拔管子呗。可是每次到这时候，我又想，要是掉一个呢，姐姐会怎么对我？她肯定甭提多难，也得让我有这口气儿。所以我得让姐姐活着。你说我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没钱我就没姐姐了。她躺在那儿，好歹我还算有个家。我让呼台每天都呼她一次，要不她想我。我猜我姐心里什么都知道，就是哪儿都动不了，表达不出来。怎么不告诉大伟你姐的事？我就是一给他包车的司机，又不是朋友，跟他说得着吗？钱是我辛辛苦苦挣的，没我姐的事他也该给。那你为什么告诉我？一时糊涂呗，让你给气的。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你，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。有的时候你像个唯利是图的小人，有时候对人蛮真诚的。心地蛮善良的，我还是。讨厌，你老不好好跟人家说话。是不是我也得夸你两句？夸吧，让我也高兴高兴。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大义灭亲，说翻脸就翻脸。你这样的稍微训练一下，只要敢下黑手，率领一国际恐怖组织绰绰有余，连南斯拉夫的仇你都能报了。嗨，我本来想夸你敢作敢为来着的，说着说着把你形容一女流氓。你是个让人放心的人。你悠着点。我今天想喝多。我还是歇了。这儿一分钟就定位，真的。你呀，既不能答应他的条件，也不能拒绝他。那我说什么呀？
你啊，就问人质的情况啊，争取啊亲自跟他通话。我们需要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安全。他肯定安全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没这胆儿。让人给甩了溜够啊，还嘴硬呢。你早就该报案。啊，他管你要多少赎金啊？98000。那不多呀。怎么还有整有零的？这两天他给你打电话要钱了吗？他没找我要钱，他竟让我花钱了。他这什么路子？跟你讲啊，别让他再往你这儿招捏脚送饭的了啊，影响不好。他要是听我的，我不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吗？哎，你得接电话呀。哦，一定要拖延时间，拖延时间，知道吗？是啊。喂，啊，你在哪儿呢？这就是人质啊。大伟啊，我在哪儿并不重要，从离开医院到现在我一直都很安全，没有人绑架我，也没有人限制我自由，和韩东在一起是我自愿的。是姓韩的逼你说的吧？他是不是又打你了？没有人伤害我，如果有的话那也是你。给你寄录像带是我的主意，因为当时我很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。现在我已经不关心了，你欠韩东的钱你应该还给人家。你没有道理。当然你还不还韩东的钱是你们俩的事，现在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你欠韩东98000是吗？是。再给我放遍录音。我知道他们位置了。哪儿呢？我给你锁定在100米之内。哟，这不是咱分局吗？对啊。老丁，老丁，老丁，老丁。说。韩东已经投案了，韩东已经投案了。撤。我跟你说啊，冒充他人名义订餐那也是违法的。好好想想，老老实实把事情的经过都写出来啊。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？承前避后，治病救人。别老想着治病，前面那两句呢？坦白从严，放弃从宽。哎，什么什么从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太紧张了。是从宽，抗拒才从严呢。一点法治观念都没有。写吧。这不让抽烟。我抽了吗？啊，集中精力想你自个儿的问题。不要因为刘晓云给你写了个证明材料，你就觉得自个儿占天大理了，是不是？最起码你也是有这个绑架的动机。刘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同时呢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特别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。你给我坐下。我们在这儿调查呢，你坐在桌子上像什么样啊？公安大哥，我分得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你的证词啊，对我们给这案子定性很关键。如果像你说的那样，你的人身自由没有受到威胁，韩东也没有伤害你，那我们就不能给这案子定成绑架罪。你敢说他没打你？那录像带呢？那大嘴巴抽的，公安大哥也看见了，这就是证据，傻了吧？那是演戏给你看的，假的。哎，你怎么不拘他呀？你怎么不拘他呀？就这么完了？不能就这么完了呀！他这算是绑架呀？是不是绑架？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呢也不算。那谁说了算？谁说了算啊？法律说了算。啊，了解，谢谢你，你安详点，有事儿呢我们会找你。老丁，老秦带你走了。好，你就这么走了？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走。行，我不去。你怎么帮他说话呢？你到底跟谁一头的呀？他是不是跟你这耍流氓来着？你无聊，
那他没跟你耍流氓，他怎么就得了肺结核了呢？他肯定是……大伟，我是为了你才回来的。你摸着良心说，你真的在乎我吗？你在乎钱，98你就把我卖了。作证，我现在就是一保外就医的犯人。大伟很生气我为你开脱，他现在脾气很坏，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姐姐的事告诉他。你可答应过我这事不让他知道，我用不着让躺着的人为站着的人摆平这件事。可我担心他报复你，他咽不下这口气。没错，还是小云了解我。大伟，你不要乱来啊。送钱来了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吃吧，挺甜的，吃吧，啊，别噎着你，幸福死你。钱就算了，我把你折腾的也不善，你也没少破费。一码是一码，该我还的钱我还，该你挨的揍你就得挨。哎，走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瞧瞧瞧，我的傻妹妹，我不打有病的人，我等他好了我再收拾他。哟，滴的太慢了，早上康复一秒钟怎么也得滴5滴呀。哎，大夫，大夫。哎哎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新病房我已经给你订好了，到时候呢你也不用再办住院手续了，直接从内科转到外科就得了。看见没有，瞅清楚了啊，这是你的钱，10万，咱这码算清了。你多给了2000，多出来那是外科的住院费，没准还得转骨科呢。疼吗？呦呦呦呦，我挺还挺有劲儿。我这病可传染。呦呦呦！大伟，你别这样，人家发烧呢。太平间凉快，那儿能退烧？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，特别有意思。你出去！你别怕他。我让着他们。叛徒。我告诉你啊，根本就没有和平解决的方案，你也就甭费这劲了，我谁的面都不给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呢？为了我？你说呢？非打不可吗？那你说呢？打人可是犯法的。他绑你就不犯法，我打他就犯法，那法律都是给我一个人定的。你打他和打我一样。那就算是误伤，我先给你道个歉。你也可以把我这玻璃砸了，往我这屋里头扔鸡蛋、西红柿、墨水瓶，回头我在院里再给你降个半旗。你还敢打我？我不打，我留着劲儿打他。大伟的，这人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怎跟你那么亲呢？一天一束花，他比谁都惦记。我这病快好了吗？你这是急性的，好得快，再有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您说能转成慢性的吗？不会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就不能想想办法？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转成慢性的一定很容易啊。不烧啊，怎么净说些胡话呀？韩东，小云跟我这儿呢，你要是想见他，你就麻利儿的过来挨一顿暴揍，你让我出了这口气，你就可以把他领走。你要是怕挨揍，您就跟医院里头熬着，回头我也给你寄一份录像带去。哎，我不打小云，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爱他的。
等着吧，我今儿就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胆来。你也别光考验我，咱也考验考验他啊。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寅鸡戌狗亥猪，十二个生肖就十二年，十二年本是一个循环，人与人没完没了的恨与爱，天与地没完没了的苦和寒，没完没了的喜怒哀乐，没完没了的苦辣酸甜，没完没了的春夏秋冬，没完没了的刮风下雨和雷电，没完没了的辞旧岁，没完没了的迎新年，十二年又是一个循环。五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，十二个生肖十二年，十二年本是一个循环，人与人没完没了的恨与爱，天与地没完没了的苦和寒，没完没了的喜怒哀乐，没完没了的苦辣酸甜，没完没了的春夏秋冬，没完没了的刮风下雨和雷电，没完没了的辞旧岁，没完没了的迎新年，十二年又是一个循环。变好了。小云呢？嚯嚯嚯嚯嚯！你还小云？小云是你叫的吗？啊，你才跟他一块待了几天呢？你以为你给我搅和黄了，你就有戏了？别自作多情了，人早回新加坡了。阮总，这钱我不要了。你不是想揍我吗？我也不愿意等了。哟哟。你还想剁我是怎么着你？你不是就想出这口气吗？你想要我哪就随便剁，剁完了，从今以后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。别慎着了，动手吧。高，真高，没想到你还是一青皮。我是真想揍你一顿，我也是真想交你这么一朋友。你姐姐的事儿小云都告诉我，这钱是我欠你的，你该要。我要是真想打你，你不要这钱你也躲不过去。不过你应该把这钱还给人小云，人家替你交的住院费。别臭美啊，不是冲你，冲你姐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人前脚走，你后脚就到了，就差一步，还是没缘分吧。我他妈就是真剁了你又怎么着了？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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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，真高。
是小云，我已经在机场了。能不走吗？我答应大伟了，我必须得走。那我得把钱还给你。好好照顾你姐姐，为了爱你的人健康的活着吧。是痰堵住了呼吸道，已经给吸出来了，没事。谢谢。放心吧，你姐她生命力很强，去看看吧。好嘞。姐，我知道早晚有一天，我怎么着想留也留不住你。可你现在不能走，我心里发过誓。无论如何，我得让你过了这个年。过了年就是21世纪了。昨晚我梦见爸妈问我：“咱们这个家散了吗？”我说没有。我在，姐姐也在。爸妈说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记得小时候你带我玩，老跟我说到了21世纪就好了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家家过的都是好日子。那时候我想，那得是多遥远的一个日子呀。时间过得真快，眼看就要到了。哎呀，现在身边就你一个亲人了，你得活着。你要是也走了，家里一个亲人都没了，那叫什么好日子？还是来。